好，开始了。现在加不加这个建议无所谓，但是你东西你别挡我啊。走。刚刚没有攒一个这个蓝色技能，感觉稍微亏了一点点。怎么我们这边感觉人很多的样子？哎，不用刀大大，你要没了呀，不好意思。来把这个什么反应子弟就是 NPC 揍了，怎么血量还掉了？加回来。站长，这个比较菜，这里好多都是新人啊。昆西塔，哇，昆西塔在我对面，开大招宰他，宰他，拜拜。他1.5亿的血量，哎，他走了走了走了，哎，穷寇莫追，等着重启吧。这个游戏要是像《混沌起源》那样成熟就好了，《混沌起源》因为它那个游戏做了很长时间，就优化的特别好，你知道吧？这里又要把这些礼包全都拆了。好，继续挂机。哎，这个大招能不能换一个这个大招啊？昨天不是换了一个这个大招吗？刚才第一个释放的这个大招，如果能换的话就好了。昆西塔大大，来把他揍死！我在他屁股后面哦，我在昆西塔的后面，来把他揍了。1600万血量，哎，死了死了死了！好，我5连杀。可以的，他没有想到我在他屁股后面，结果他回去的时候，他血量没有砍好，我就把他揍了。完了，闹闹，哎，等一下，人呢？昆西塔就一个人力能扛顶是吧？昆西塔你好牛啊，来，走，大招放一下，又回去了，哈哈，来再放一下，这里怎么没有其他的大佬啊？这个 NPC 不要管他，啊，毕爽，6000万。六千血量，哇！站长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。这个什么魁什么敌，这些都是真人玩家。这个活动里面好像真的没有这个电脑，不用刀。呀，怎么见我就跑呢？别走呀，大哥哥！7万人，哇！这昆塔他血量还比我高，我才1.49亿，我这个战力比他高哎。我已经8亿战力了，那么顶的。刚才就8亿的战力了，神兽要刷新了，来这守着。晴天恨海，好，开始。夸父第一到底是多少亿战力？我们8点半就知道了。先不要着急啊！我不用刀，哇！我快死了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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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了！擦，完了呀！这里是被谁杀了？这个昆塔他积分好高啊，他2500，我才2800。3连斩。不用刀，是不是你杀了我？我这个我的队友碰一下就没有了，这800万血量的就碰一下就没有了，这也太惨了吧！下午的时候这个活动人还挺多的，好积分比昆塔高了1000了，现在算是比较稳。这个人这个 NPC 杀不了。太肉了，股权，拜拜。擦，我怎么掉血了？好，血量满了。典型的大智若愚，前途无量。怎么就开始吹了？不需要吧？哇，血量直接就掉了一半，刚才一下子就掉了一半。这什么技能那么痛？我靠！这昆塔好夸张啊！护盾，护盾，护盾，开一个，护盾，开一个！我擦，这打不了，打不了！我昆塔这个有点暴躁呀！我擦，我19连杀了，不要被他终结！我他都33杀了！我的去，我们这边人比较多，所以他这个连杀比较高。我都哒哒哒哒哒，他又追过来了啊！被他杀了！我这眼力劲儿不好，怎么我感觉他爆发比那么高呢？其实我血量跟他差不多的，但是难道是我们天赋没有调对吗？也不至于吧，可能是他这个大招好了，我大招刚才都在 CD，不用刀对吧？超神杀戮14连杀了，不揍你揍谁？拜拜，不用刀1000万血量，拜拜，我就杀这个昆西塔，别的我都不杀。昆塔在哪儿？我就在哪儿。我去，不过我的蓝色技能还没有好。哎，昆西塔，人呢？站长，小天，我永恒小天也在。我操，撤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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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撤！我擦！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，好痛啊！别过来，来，你追过来，谁追过来谁死啊！你们追过来的就过分了，先让我把血量回满，瞬间6000积分。自己刚刚是杀了一个，谁？那种对面连杀很高的人，给的积分很多的。
康斯塔是在哪儿？找找他，他刚刚应该是在下面。小天，哇，小天一的血量啊，他打我还是有点痛的啊。大招开一个，我猜我还打不过你了，差点。这谁啊？这是小天吧？就小天，我打不过了，差点。走走走走走，他这个血量也太硬了，他这血量一直在回。晴天恨海，拜拜。来回一个12连杀，我的蓝色大招快好了，马上去杀人，疯狂杀人。哦，格林塔，来蓝色大招，蓝色的大招，来干一个！我靠，等等，我血量已经残了，别谢，等等，木下提，等等，先打个坐，好，血量满了，走出去干这个康斯塔，我蓝色大招好了，这里手操，大招要留给康斯塔，其他人我就平 A 就可以了。哦，神兽要刷了，好的，我就在这儿等康斯塔，这可以杀一波人了，必爽。好，神兽来了，直接大招开了吧，小天把小天揍了，小天揍着挂机走你，小天大招揍他呀，揍他，我这输出应该特别爆表的，这蓝色技能这个大招，你怎么输出不给力？我被集火了吗？他死了，哇，他还是死了。昆尼塔，我这蓝色大招还有的，最后一点能不能把他杀了？这蓝色大招，哎呀，差了一点，3000万1000万，他2000万血量，他要4000万血量，等等，护盾开一个。等一下，先回下血，23连杀，先让我打个坐。我刚赌了一波，不过我没有死啊，还行。这昆斯塔他也跑掉了，啊，又死机了，别介！啊，大哥，确实感觉有点吃力啊，这个算不算被越战了呀？不是吧，我那么菜？好，还在的，先回血。大哥，别，不能放一个，先回个血。这晴天恨海为什么老追着我打？29杀还在的，我这个第一应该是稳了的。走，对面昆塔是6400，我高他2500，那稳了。虚战太多，我们都是虚战。这里其实应该是我们的这些技能，比如说我刚刚我技能好了，我血量你看又掉了好多。这里，等着先撤一下，这里又被集火了，32连杀，这个也太脆了吧！我应该第一时间发现康斯塔，拜拜小天。哇，昆斯塔他老是带着小天一起来，我醉了。等等，好，昆斯塔揍他。哎，为什么我打坐加不了血量？啊，加了。好，我们去找昆斯塔。我的是远程，直接拉远一点，主要是他的也是远程。来，冰刀杀一下，大招开一个。人呢？昆塔，来，你看我杀昆塔，其实他没有打我，我打他的话他也受不了。我刚杀他也超级快的，39杀，他死了吗？他71连杀了，六牛的，他6900的积分，他刚死了没有？我还没有注意，他跟在这儿晃什么晃？股权，揍呀，这里面远程反正是特别占优势的，输出很远就可以输出了。哎，不用刀，不好意思了，一个技能没有了。哎，昆塔。又来了，来，你看他这血量就很脆，对不对？来，再来，大招开着，没了，终结，终于把他击杀了吧？哎，终结了他的七连杀，他刚刚应该就已经被我杀了一次了，再把小连杀一下，五拳杀一下，我已经10000积分了。但是对面的大佬怎么不来啊？可惜了，51连杀，对面的6015区还有几个大佬，包括那个雷迪卡卡，他也在的，他们应该是下午就已经参加了，晚上就没有参加，可惜了，只能勉强拿个第一。等8:30的活动吧。OK， 现在来首领之家，先打一下这几个首领，一件一件领取。这里是仙凡六剑第一名，昆仔花的钱比我少多了，还行吧。然后做一下，哎，等下首领之家还有第6层、第5层，哎，这个实际结算了，打个人 boss 吧。巅峰投资啊，可以领取3000的这个榜钻。舒服，五行强化，随便强化一下吧。进阶礼包，战甲打造，套装10。我擦，我就喜欢打这个领主，给了一个雷渊10，再挑战2次，还有一个荒古提升，突破一下。哦，还有一个合成，哇，这个鞋子可以合成了，哇，5件鞋子加
加1%的属性，加了200万，再突破又加200万，这也太诱人了吧！我擦，这个荒谷每天没少花钱，但是加的这个战力是真的恐怖，8.04了。来，鞋子再强化一下 ，OK 啊！最后一次个人首领，走你。万象我看一眼，生肖强化，一键分解。我们强化一下。这个游戏别的倒没什么，就是噔噔噔噔这个机枪的声音感觉很爽，比回轮拳爽多了。好，接单全部开了。我看一下世界服还有什么 BOSS 没有打。帝罗之，哇，又有帝罗之，又加了25万战力，爽。等一下，皮肤哇加24万，爽。七阶激活，而且这些都是逆属性，倒也没有什么关系啊。给力。好，这个宝石动不动都行，590的揍一下。十阶经验单，好，变强战甲打造，可以打造一下了。哎，这个冰霜战甲。神武冰原石和神武高阶冰原石，对吧？这已经被人揍了，好快啊！神武冰原石和神武高阶冰原石，现在直接去挂机235这里挂机，经验可以给多少？我三杯金药水是不是还在？我还在的，直接给5亿，近1秒钟给3个5亿，好厉害啊！盛世冰原石是在超级 VIP 里面，这里我有300，哎，300点数还是太少了。神武冰原石、圣甲冰原石，刚才是神武冰原石。兑换两个这个吧，剩下的兑换10个。好，刚刚把这个画完，战甲还打造不了。哎，狂骇领取最后一个，然后历程领取，然后这个是提升到5级。好的，等等，玄武升一个星，加了20万战力。OK， 等着，来把这些装备丢进去，丢仓库，来出售一下，然后整理一下，我们可以开这个东西了呀。这20个，我们开10个吧，先开10个。全部升到5阶，对吧？把这个卦象全都升到5阶，升级卦象开起来比较麻烦啊！大家给我一点时间，要从背包里一个一个开，每次能加个10几万战力，又可以加个1-2百万。哇，这已经全体6阶了呀！来，我们打2次这个副本，这里4项，对吧？才是3阶的，3阶都没有挑战过，来挑战。来把这些领取一下，这东西贼好，4阶。对啊，8亿了，是没有想到，我也没有想到。再来领取5阶，6阶应该也可以挑战。他们在聊什么？你们开区还比我们早一天，他们才开区15天啊？6020才开区15天，不对吧？这个听起来感觉不太对，我们是24天。一共有几个仆匹配到一个神州了？9001哪里进来的？9001应该说的就是我们。我问问他是不是9001说的是我们啊？因为我们看他们的20服在我们这儿就是6020，所以我们这个9001应该说的是我们，对吧？来挂机，4项可以强化了。哎，不对，4项对吧？刚才抽到的，强化一下，守护。这里也可以搞4个，每个都升到3级。这个都是百米属性，哇，加50万，百米技能的，这个好给力的。来，进阶，加了63万，已经，我觉得今天8.1亿肯定是可以的，没有问题。来，巅峰131层，挑战一下。现在都不会出这个好礼的，我痛，可惜啊。炼体神功，炼化分解，哦，这4个又多了。我擦，这个好麻烦啊！提升服装还要提升，来提升一个吧。套装，哇，套装给这个打造一下，这个就5件了呀，5件能加不少吧？39万已经不错了，刚是5件的属性，所以能加很多。祝福，再给谁祝福一下？可穿10阶，给这个祝福一下。这里也是祝福。好了，生肖搞一下是吧？等等吧，我看一下，4项现在6666，有3个6，4个6。我们再开4个吧，把这个开一开。
好，最后一件，这应该是八件六阶的，但是它好像没有那个属性，好奇怪。我是四象，四象再挑战一下，可以全十了，全十还到不了。武魂替身，在八阶，好的。等一下，这个是又是什么？这里刚挑战了两次是吧？还是把这个八阶的也挑战了，好奇怪。随机的开了，这个九阶的需要八件八阶的，哦，八阶八阶哦，没有错，八阶八阶，我们继续使用一下坤卦石来升一下，这里应该差不多够的，七阶还差三个，哎，差不多够哎，已经8.1亿了，经历了9681难，哇，333再升级，对吧？这加的真多啊，这东西。多的材料可以突破是吧，来再使用，如果多的材料其实可以分解，但是我觉得分解有一点点浪费，有一点点。好，这里又是八阶，来再挑战副本，这个就得要慢慢来，四象没有办法。其实就是有人刚才说多的可以来这里去分解，得到这个材料，这些材料再兑换，对吧？比如说这个天神的这些材料兑换了以后又能加很多战力的，反正我是觉得还是有点亏的啊。来激活，再强化，再挑战，七层的已经领取了，都领了，刚刚一次打了两阶。好，看一下，这是第九阶的，领取一下，然后八阶七阶都领了，全都领了，没问题。就是我刚刚过来是领的是九阶，是有一阶没有领，是九阶，刚才不对，是八阶，刚才重新进来的时候是八阶没有领，然后刚才是把九阶领了，十阶现在还打不了啊，我说错了。然后四象，哇，再来一个守护，我还有一个全体四级的，舒服啊，又是加了28万，哦，这里这个材料又多了，给的应该又是这个，他刚刚那个随机的给的不好，现在还是要开7个，那就开吧，反正还有14个，今天应该刚好可以到，所以多了重复了也没关系，搞起搞起，可能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吧，可能也不算是很大的问题，就是我领到那个随机的那个箱子的时候我直接打开了，我应该过几秒钟再打开也许会更好一些，给他一点这个时间缓冲一下，他也许就可以开出不一样的装备了。我每次都是特别统一的，就是刚得到我就立刻把它打开，这样可能他随机属性就不是很厉害，随机到的就都是同一个，你懂我意思吧。来四象挑战，时间搞起来啊，他们都是30伏的哦，怪不得，因为我们是和6022一起开服的，他们说他们6020的是只开了15天，然后就有人问是不是合过去的，结果他们是30伏的合到了20伏。视频落后了多少？视频就只有昨天的没有发，但 B 站除外。 B 站要迟了2天，不好意思， B 站迟了2天，反正 B 站会比其他要迟1到2天，大概是这么个节奏。四象的还没有领吗？领取，一会儿使用，对吧？我学乖了，来，现在再开，给一个什么？我去看一下，啊，给了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现在全部都可以到十阶了，1、2、3、4、5，再开5件 ，OK， 完美。哇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我上次就是有一个这个妖灵，这个猴子的这个妖灵，连全体9阶都没有到，就挺气人的。他是集齐6件9阶装备解锁这个套装，我这个套装都没有解锁，套装其实也没有加多少，它是8件哦，8件9阶装备解锁一个技能效果，攻击是10%的概率触发，对5个目标造成200%伤害，这个持续3秒冷却60秒，就是这个，好惨。然后巅峰马上开了，已经开了，稍等一下，马上进去打，赶快把这开完，这个就全部开完就没有问题，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反正把战力搞高一点。让这个大佬见到我感到后怕，满街。好，这个石头全部开完，来，我们副本挑战完，四象百宝阁，哎，分解，对，炼化分解，分解完，四象挑战一下，最后的这个也领取一下，也能加很多战力的，巅峰晋级已经开了，再强化，什么还能再加点这个战力啊？神奴奖励，神奴奖励领取了，好，百宝阁炼化。可以了可以了，然后扫荡一下吧，四象妖灵
好嘞，思想最后再加个几十万战力，两个对吧？哦，满阶就是五级就满阶了，这个技能，这几个石头加完加了30万，爽。好，思想全部弄完。